其实一路来便秘，已经影响了我的生活大概有20-30年，然后从年轻到现在都一直有便秘，然后曾经有一个礼拜都没有进厕所，必须要用那个清肠素，喝了清肠素我才能够进厕所，然后就在一个机缘巧合下，我就认识了所有性。然后就我每一天都喝相当多，然后喝了一段时期，应该有3-4个月吧。然后我感觉到我不再需要清肠素，然后也不再需要借助那些水果或是清油多的来帮助我进厕所。现在我已经每一天早上我都可以进厕所，我大概连续喝了差不多半年，然后我感觉到我的睡眠已经好很多，就是我可以。睡得比较沉，我也感觉到我的手麻痹已经改善很多，一2秒钟我的手就会麻，我的脚就会麻，现在。